好，要到了。好，嗯，有点紧张。开始。嗨，我是 Pola。嗨，我是甜甜。好香哦，不觉得很香吗？嗯，我们今天要吃胖老爹。胖老爹，终于来了。牌子。那你们点的是什么？哦，我们点的是5号的全家餐，有两腿、三块跟三翅，啊，可乐，然后还有两包薯条，耶耶，终于可以吃了！啊，最豪迈的吃法哦！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真的像里面说的一样，两腿。三块，一块，两块，三次，三次，一二三，耶、yeah ！好多哦，还有两包薯条，就是要这样吗？大块可以吃了吗？可以吃了吗？那我要吃腿，然后吃鸡翅。好，开始，好，开始。嗯，它里面都有肉汁。嗯，好吃。哦，好好吃啊！而且它的味道真的跟就是麦当劳跟肯德基的味道真的不一样。有比较好吃吗？我觉得有。好饿，好饿啊！好烫！超烫的，哎、欸，餐点超好吃的。哎、欸、你口渴了吗？好渴啊！那我们来可乐啊，配可乐，吃热热食物真的要配可乐，真的，我真的是这样认为，真的一定要配可乐，我真的我都不喝很茶什么的。那个，哎、欸，可以吗？是吗？这个，这个，对，你确定？对，就是它。我们家没有杯子吗？没有。没有杯子是怎样？用那个啊，不然那空的要干嘛？对嘛？来喽来喽，杯子好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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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好，哎、欸，你说这个杯子是专门为这个可乐而产生的，刚刚好，你看怎么喝，就是这样喝，对，这超大的可乐杯，太重了，好呛啊，好重，好重，很重，超重，我刚刚边笑边喝被呛到，你知道吗？哎、欸，就是要这样子来，再来一口。从来没有，我从来没有用过这么大的可乐杯，这叫做十倍大的可乐，巨无霸可乐，巨无霸可乐。不过呢，我觉得我还是要淑女一点，对，要一点形象的。对，那我们怎么办？给小朋友看的，我们就噔噔，这是什么？吸管，淑女一点喝法是这样。哎、欸，这样。十个人一起喝这个都可以，一个头了。其中一个把口水吐回去怎么办？不要啊！我们要规定吸完要这样，这样也太累了吧？不可以放回去，那也没碰到口。但有人想要喝整杯，就把它吐口水进去。没有，我就装作他没吐就好了。嗯，一直喝会饱哎、欸，不行不行，我们赶快吃鸡。是我刚刚未吃完的第一次，吃薯条。这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胖老爹之豪迈豪迈吧？对。下次 party 的时候饮料就这样喝，我跟你讲，对，真的赞，大家这样一人一口，感情才好啊。对啊。好啊，那我们现在呢要继续吃喽，吃货们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